气势气势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罗雀飞起来了。好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飞多一点，哎，很好。飞多一点，告诉我是谁吧。知道，知道，你这么漂亮，你背影我们都知道是你。好，这边这边，好好好，眼神自己给一下前面的大家，对不对？大圆，大圆再出来一点。来那边那边，对对对，好，来来来，我对啊，因为我每天在现场都没有办法跟他们聊天，我都很苦，战战兢兢，我真的很怕。十二集我一拿到本一翻的时候，我就在路上大哭。那时候我跟阿蛮就是永琪，我就大哭啊，大哭呢。我说你干嘛？我背不完，我背不完这样。对，然后我其实不是怕背，而是因为时间真的太短。然后我不想要上台的时候是我在背书，我希望我是真的像在讲话，所以我一直给自己压力很大。那像 Darren 他在现场会跟我玩，我其实跟他合作那么多部，我只有这部应该现场都没有跟他讲话，因为我真的不敢讲话。对，怕一讲了分心。对，我不敢分心。一方面这个角色很苦，一方面我的台语那个我不想要让老师导演有那个发飙的时候，所以我就一直都就是好像跟他们隔离。对，所以压力很大。那时候拿到十二本的时候，我就马上打电话大哭说：“你们都骗我！”这样。我如果直接问他你是不是不紧张，他说没有，真的很紧张，然后后来才知道他是回房间才哭的那种。对，我不会表现出来。对，我没那我就早点睡，我就笑，他就笑，然后我在 NG 了那才15次，我最后真的生气打击，就是我已经到那边了，那扎电捆还是错，就是转不回去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点释放压力，就是有点拍到发疯，是拍到那个如果词不对，我们都已经有提醒，我想要打自己的那种，哎，真的。